麻烦再过一两小时叫醒我。哦，原来是要跟他讲话啊。最后一天 ，our last day。早上了吗？我没说过要叫醒我。没人啊，大家都去荒村了，我也得赶紧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去稻草人吧。啊，前辈，早上好，对不起，哥哥他们也来了，可能在坟地那边。哦，可以进来。嗯，哦，下去一下好了，这叫假期一直就下来。哎，这是密码吗？哇，哦，原来这个井里面那个是那个叫什么密码？那个特点就是过关的时候会有的密码。OK， 哎，离去后面这么祥和。有吗？我觉得这里还好，没有到很祥和的地步啊。从这里能感受青柳爱和草人的气息。你们草人在这里，嗯，这里还掺杂怨恨之味的感情是什么？哦，那条蓝那个那栋蓝色房顶的窄草漂亮。嗯，这么好像对坟地旁边的房子很纠结。那房子有什么？我也很好奇，那房子有什么？我觉得那会不会跟那个？有关啊，会跟特点那个有关，就是这里到了。其嗯啊，草人居然那么轻易就被发现了。嗯，找到了，这可贵我们了，别想太多，把这交给校门就行了吧？怎么了吗？想这下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吗？小爱被村民虐待，又被母亲抛弃，所以才会恨别人的吧？他的怨恨最终令他咒杀全村人。啊，咒术是吗？不，没什么。嗯？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青柳爱诅咒村子的理由，可是过去在荒村流行过的实现愿望的咒术究竟是什么？嗯，好问题。还想做，你差点就白了。哦呦，吓我一跳！你们拿着草莓没用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名字了。月宫星野、鸟井道真、后者离须、风谷光、火焰迷、佐藤四之、佐藤圣吉，还有花山鹰。现在我可以施咒了，我讨厌孤零零的，太寂寞了，所以你们都留下来陪我吧。因为他名字已经被知道，所以代表说我们没有解除最终的根源了，就是一定要，要么就让他超度，就是一定要把他超度，让他要么成佛了，要么就死掉了。唉，真是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个是一个 end 吧，这应该算是一个 end。二段式结局，他这个结局，我觉得他这很有意思的是，他每一次你过完一个结局，他给你一个特点密码，然后那个特点密码他就会开启真结局，他完全不会说你还要达成什么条件什么，他不会，他不故意，哎，当然那条件也很明显啦，但他不会故意用一些隐藏条件那样子，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模式的，就不用说你还要特地那边，哎，要找到什么关键道具啊啊什么啊。还要干嘛？遇到特定的人啊 ？N4 禅院，特点密码是多少？1505。OK，OK。OK， 想大家一起死吧。他就想找人陪伴他。哎呀 ，N4， 所以代表还有 N 123哦。该不会其他 end 是要让所有人都死吧？哦，那我只能再找时间用了。
1505，收末人家的钥匙。那草那贴上名字，对啊，就有点类似你生辰八字已经被别人知道了，那你就算把生辰八字那个草人拿走，他照样可以再写一个、啊。另外一个结局我再努力用啊，那个有点困难的感觉。嗯，是谁家？咦，哎、欸，门被锁上了。我是我啊，还有我、啊，我也在星野哥哥。你们搞什么名堂？活该我们说，这话该我们说啊！这房子不是上神总进来的，我在井里捡到钥匙，就进来看看。是吗？那我们也一起。然后我现在发现这里都查看一下。一定会有什么发现的、啊。你光看到那个阿飘在那边，你就知道有什么发现了。破被撕扯的破破烂烂玩偶倒在地上。应该是这个妈妈吧？你是？等一下，该不会是？她真的小爱妈妈哎！小爱不管多么艰难，都心怀善意，终有一天人们会对我们敞开心扉的。很努力，很想和大家好好相处。小爱真乖，来，妈妈给你这个作为奖励。嗯哼，要好好保管哦。应该是那红色玩偶，红色熊玩偶的。和大家友好相处是吗？我该怎么做？我一跟他们搭话，他们就跑掉了。欸，胖妹妹，呵呵。小爱，你有底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这回没有。啊，这没用东西。对了，你知道一种咒术吗？如果把愿望写在纸上，放在森林里那个墓前，你的愿望就能实现哦。要不要试看看？花的。他说：“谢谢西西。”他用这种方法来交朋友。Oh my god！ 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方法来交朋友啦？好吧嘞，虽然小孩子不懂，那也能理解了。幸福的咒术，为了大家的咒术，人人都能幸福吗？如果人人都能幸福，那我就能得到人们的肯定吗？沉嘴的女生跑来施咒，她心里写着我想吃很多点心，所以我就偷偷把零食塞进她的书桌里吧。根田老爷爷来施咒让我有点意外，他好像因为在家里种的不好，所以很苦恼。该我出手了。老爷爷在地里浇了太多的水，而且土壤太板结哦，你也帮忙处理。很孝顺母亲的男孩来施咒，他好像很纠结该送母亲什么样生日礼物。我记得他母亲想读书，我就把他最喜欢的书放进他书包里好了。养牛的哥哥来施咒，他好像喜欢穿蓝色连衣裙的姐姐，而且据我所知他们是两情相悦的。为了让哥哥能邀请姐姐去约会，我把游乐场门票偷偷放进他口袋里吧。所以那个什么咒术其实是小爱他暗中在令人恶心受诅咒一组，什么、啊、太过分了！进屋吧。妈妈怎么了？我觉得心好累，出去一会儿。What the？ 妈妈你在哪？都已过七天了，难道真的大家说要妈妈抛弃我？为什么我妈讨厌我妈？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？为什么丢下我？为什么？妈妈做给我的玩偶，这东西我才不要！抛弃我的妈妈，讨厌你。他妈妈是因为为了捡小爱他丢下去的玩偶才干。你让我们就一起原谅生死。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小爱在帮助他们，所以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咒术。从头到尾都是小爱。
你以为不用等价交换吗？哈哈，所以到后面才会发生那些事情啊。和带小爱一起离开村子，待在新的地方，可是心里和心里爱着那些人，也渴望被人爱，仅此而已。他被喜欢人虐待背叛，由爱转恨。唉，一对亲密的兄妹，他们跑来施咒，好像是因为和哥哥吵架了，把他最喜欢的脸一起弄脏了。他的信里写着不会原谅对方，还让对方去死。那我就来实现你的愿望吧。所以从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只是想要帮助。帮助全村人，可是大家却万一很过分，至少一开始要讨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崩溃了，他妈妈忍受的比小爱还要多。讲实在的，他从最开始一直忍着，到后来他已经有点崩溃了，就是因为崩溃了，然后他就受不了，他逃出去。可是后来想想说，不对，他应该要带着小爱，他不应该这样子。但就是因为他这一回来，反而赔了他自己性命。他在，哦，他说服他，哦，靠你了。你只要小心犯险，相对的，如果激怒他或者失败，我可不管。咒杀开始，对，从那一个时候开始。嗯，你们好啊，来那吵人吗？不过已经，干嘛？你恨妈妈爸爸？但你误会他了，你妈妈很爱你，一直都爱着你。虽然的确很想过逃避，可是他很想来接你的。妈妈到最后一直在想着你，到最后还是爱你的。骗人！所以呢，爱被爱，那都过去的事了，都一派胡言。最后还不是抛弃我了？小英，你和我一样吗？被妈妈抛弃，可怜小英，你现在是你爸爸的累赘，他迟早也会抛弃你了吧？到时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你，那时候就没有人爱你了，你就真的成了孤身一人了。那也没关系，就算爸爸不爱我，以后会让大家分开，我会永远记得现在被爱的。嗯，所以我比较喜欢当下就是这样子。应该说，至少我曾经，我觉得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。这些经历有没有？因为我很喜欢大家，不是因为有人爱而感到幸福，而是因为有人让我想要去爱，所以才会幸福。我去找你妈妈吧，和她好好说话，然后你就会明白你妈妈到底有多爱你了。就她妈妈一见到妈，先赏她一巴掌。西高音娜啊，要揍她不会找我。妈妈。星夜哥哥，我不会原谅你，我不会原谅你杀了小林，所以别让我们看见你，快滚去找你妈吧。他走了，没事，他把草人留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解释了，你没有惊喜可以再一次，靠北啊，谁要啊这个？小英辛苦了，能不能叫他妈？鬼知道，如果他们彼此思念的对方，总会见到的吧。我们也回去吧，大家等着。哇，这小英好可爱哦！哎，有字吗？刚刚好像有看到隐约看到白色的字，可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因为好，跟背景实在太像了，根本看不清楚，真的，我看不到上面字写什么，应该跟之前的是一样的，只是他写这样子，我真的看不懂啊，我
不好？有时候你真的放希望放越多，到最后你得到，当得到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时候，有些人真会崩溃，这倒是真的啦。我觉得小爱应该就是那样子啊，他希望能够得到全村的感情，可是到最后大家对他的回报却是那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能理解他的感觉，可是我没办法接受他的做法。我跟那个谁月光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。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择不原谅，因为那是错的，性爱。啊，要进入特点环节吗？进啊进啊，为什么不进？我玩了三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一个、啊。点美，点美。可以查看三篇特长特点 ，OK。再也不要受那种罪，拜托不要再有一次，你可能还要再经历两次哦。总是让人操心，嘻嘻。累死我啦，赶快用饭洗澡，赶快用饭洗澡，看个电视，偏偏书，翻翻书，吃个冰淇淋，睡觉。好好好好好好颓废的人生啊！你看这么去也成，我已经彻底忘了明天要上课。怎么办啊？叫上月光一起吧，打个底色弄他，他可能忘记了。嗯，姐姐总是把月光雪挂在嘴边，难不成姐姐在学长也？好累，困死。原来他只是累了而已啊、哦。特点辛苦了，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到那一个，好可爱哦。哇，结束了，我还担心了一阵子呢，但是没事，太好了。月光他们都没事，小人在天之灵该安息了。月光，嗯，不好，抱歉，我没注意听。搞什么名堂啊？是不是你太累了，没缓过来？啊，一定是啦、啊。月光可是优等生呢，熬夜肯定很辛苦。不碍事，你不也天天喊着通宵看黄书啊？嘿嘿，还一点没事来上课吗？我你别拿我的手上，你别管啦、啊。月光。喂，不准睡！要睡着了。月光功课很好，真没想到，狮子总是那么有精神。不过就是这一点很有魅力。啊，烹饪，这里有什么啊？警察，这里有什么啊 ？GTA 注意哦！哦，哦，不会吧？做饭啊，害爸爸那么担心，作为赔罪和谢礼。啊，不错不错，我也来帮忙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别客气嘛，要做什么？那完了，完了。我就说吧，完了完了，真是的。小英哭哭。我就知道，不是告诉你我自己来吗？那你帮我泡一下红茶吧，道中哥泡的红茶特别好喝。哎、欸，惨了，主角淡定死鱼，好过分哦！这次是帮上忙了，可惜阴扑过星野哥哥。哎、欸，永别了，问号。啊、你这时候还出来乱？问号哎，你早就该死了不是吗？月光表情好好笑，真的超好笑。永爱，看一下了，应该跟黎旭他们有关吧？哦，不是啊，是小英哦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住在星野哥哥家，有点寂寞，是吗？星野哥哥，什么？以前撒了谎，撒谎。妈妈其实不会回来，她喜欢上别人了。你会寂寞吗？被切开穿八概念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有一点，不过没关系。就算以后大家都像妈妈一样离开，我绝不忘记我爱大家，大家也爱我的时光，是吗？这话不该对我说，去找店长。晚安，老爸，我很想活命。这是黑暗料理，哎、欸，那太夸张了，那黑暗料理太夸张。到底是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可以把人吃死的饭啊？
欸，这个真的特别的记忆耶，这个，这个，我只能说他真的，那个谁，道真的什么不行啊，这方面真的 OK， 真的很厉害。